有红色，有蓝色，有青色，我的还是很耀眼的青色，宿舍吸引人呐、啊。对的，我想带出来的意思是说，每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自由来选择自己要穿怎样的衣服，什么颜色、什么款式、怎样的裙子，我要几款都好。好的，其实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，我现在。